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杰。现在我的手机电量从20%一直拍到了10%。现在我家狗呢睡得正香，我也不想打扰它，所以来吓一吓它。你把水瓶放着。我别睡了，你天天睡那么久，有什么好睡的？起来嗨啊！你不啃你骨头去吗？你骨头呢？起来嗨，波波！起来嗨，波波！握个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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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握个手。不是我没动你啊。这狗还碰瓷儿，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啊！这狗还靠到我枕头上，靠到我那啥，我的玩偶上。算了，睡觉了。我你等着吧，明天没肉吃了，拜拜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吉。现在我家狗刚被我吵醒，它躺在我的玩偶上，被我抓个正着。它现在就想往我枕头上靠。不是这么大个床，你睡这么多地方，我睡哪儿啊？算了，不跟你吵，我错了，行了吧，哥。姐姐，我错了，姐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睡觉吧，我的错，对不起。我想问一下您，你为什么要跑到我的床上来，占这么大个位置？我睡哪？是我也睡你那狗窝里是吧？麻烦您过去点行不行？求你了，哥，就麻烦您过去点儿。对了，可以，你可以睡了。哎，我家狗睡觉还抱个玩偶，还是我的玩偶，我也搞不懂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生气啊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睡觉吧，睡觉。不，你要干嘛？碰瓷儿，你碰瓷儿是不是？是不是碰瓷儿？是碰瓷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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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闹啊！真的是。